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庆祝乐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四周年的辉煌时刻。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汇集了成千上万的客户，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善。在此呢，我要向乐阳生物科技公司以及所有为这个基金建立而不懈努力的朋友们致以最真诚的祝贺还有感谢。那健康与教育是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道路上呢不可欠缺的一个基石。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庆祝一项基金的成立，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让他们能够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四年前，乐阳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扬帆起航，那时正值是疫情肆虐全球，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22年初展翅高飞，实现了我们曾经似乎远不可及的梦想。6个月的时间，我们创下了600万的业绩。7月份就加入这个乐阳，我们找到我们的健康了。今天很高兴，Miss Sui邀请我们来到这个会场。还没开始之前哈，很多的游戏了，让人家很开心。气氛非常的好，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既好玩，赢到很多奖，所以改次聚会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现场。